书房，失信可疑，老夫在酒席眼前盘问来人，我看他能言善辩，不像在宫中逞张，倒像个能征惯战之相。我问他为何行走三日，忽然一旁插言说道：“乃是风雨足客。”说罢之后，只见胡兰是变脸变色，此事莫非有诈？定要查明。张刘二将进见。张刘二将进见。人在采石矶接应胡兰，那几日天气日和，数日之间却是天气晴朗。接不了啊！接着，二将言道：数日之间只是天气晴朗，胡兰为何言说是风？哥，莫非他路过金陵有了差错？哎呀，这是想那胡兰乃是青天人士，那金陵得当的刘伯温也是青天人士，他个人乃是同乡共里，此番路过金陵湖南，一定是贪图富贵为之降敌，那刘伯温差遣敌将前来降诈。审问胡兰的胡万军呐，审呐他，
爹的殿下他是何人？姑苏殿下张仁。哼，好个殿下张仁，我再来问你，何日子姑苏启程？七月初九。何日路过金陵？次日黄昏。何日在采石矶镇州？七月十三。金陵距离采石矶不足百里，为何行走三日？末将依然说过，一路之上被风雨阻隔。换杆桥边二将之队，我出来。分明是天气晴朗，你则说是风雨阻隔。大胆的胡人，你的诡计休想瞒得老夫，想必与那金陵得当的刘伯温俱是青天人士。此番路过金陵，你贪图鲁贵卑职，想必在金陵才停隔三日，那刘伯温差遣敌将假扮姑苏殿下前来诈亲，再等八月十五火并于山也好，杀我个里应外合。此事俱被本帅识破，你还敢强辩？大元帅，江南湖南费尽千辛万苦保天殿下到此成亲，你翻道路归顺那金陵，大元帅你也特意的多疑了。你知啊，
断，在本帅面前你是休想得逞。胡兰，嗨，收拾本帅抓那花云龙神门，命你与他治罪。呀，下去，好。全家性命难保。我不免碰死公堂，与他个死无多些人。
娘，变化无穷，我甘拜下风，是不计多疑。去吧，天下剑法世纪都身我策，小妹甘拜下风。好、啊，如此说来，你我是天生一对。大王啊，你若是亲
绝不答应。啊，好好好。叫他进门。大元帅进宫啊。Thank you.
见了太阳。南方的亮子们，勇敢苦兵，我让他从天中那么几个爹娘，火兵是山上的，玉山的火兵是雪光秀的桥，日月红在方，我不用大力量，除非日出在西方，我还好大力量，一边挑天我做纸张，我大力力度大，难道是自动大力量上，这可都被人胡乱讲，我抓你直到山的公堂，我受他不死的乖乖的吃着账。
帅，你我君臣共事多年，你何必如此？你的忠心不枉我明白。启禀大王，公主请大王与姑苏殿下后宫叙话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啊，大元帅，姑要到后宫去了。你我有话明日再讲。我再告诉你，这孩子是我瞧着长起来的，没有错，你呀吃光去吧。贤妃，thank you。
帅印，我也曾脸上数分，怎奈主公全然不听，今日金子要发兵于山，此去定中得计，使老夫情急无奈，只得身穿重孝，去到中途劝舍之功，倘能幡然醒悟，乃吾不憾之心也。
领多少人马？十万人马，战将千员。什么？这十万人马，战将千员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惨！哎，公子藩合兵于山，共灭金陵，是一战成功，你为何迟迟不立之言？哎呀！之功啊！你今日要发兵于山，是定中则计。向老臣与之功，乃是患难兄弟，情同骨肉一般。这十万大军，战将千员，也是老臣亲手教练，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葬身虎口。我这不寒的基业，顷刻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可惜？怎不令人可惨？怎不令人？
林玉山，共灭金林，自信万无一失。你不必多虑，待公走开归来，仍把兵符帅印归你执掌，我要与你两家结合。看今日天时不早，大元帅亲临会府众将官，速速发兵前来。主公，你万万的去不得！你口吃不利之言，何来军心小刀？看看啥子呢？我就是这个。